帮你解释你的柳絮秃顶外卖篇。一杯奶茶喝，一杯20，满30减50，好划算啊！可是点两杯又喝不完。上次跟他们一起凑单，钱到现在都没转给我。算了，喝两杯就喝两杯吧。我奶茶怎么还不到啊？这不是我妹吗？哎，哪个班的？别跑！哎，四班的孩子跑慢点，下雨天打滑。嫁祸给四班，机智如我。最近这个学生点外卖也严重啊，是的，是的，你们班主任要好好管管啊。这东西确实不健康。最近学校点外卖很严重啊，如果再让我抓到哪个班的学生点外卖，直接处分，老师也一样。姐，你找我干嘛？好妹妹，陪我下去拿奶茶，我还给你点了一杯呢。那好吧，我们兵分两路。哎，保安在蹲点，我去调狐狸山，没问题。哎，师傅啊，门口好像有个人在偷电瓶车呢，蓝色的雅迪。哦，这不是我车。怎么只有一杯啊？你又骗我。我是点了两杯啊，打电话问我。喂，我怎么点两杯你才送一杯、不可能，你们自己拿错了吧。等一下我查一下。杀，买一得二，爽啊。主任。喂喂，怎么点一杯拿两杯了？拿错是该刘默默的外卖啊。赶紧跟他换。换一下。